哥哥们自己施展秘制吧。啊，白爆！啊爆！啊爆！哎，我今天咋不是白爆呢？半仙哥，你不会玩擂台神器都不带吧？兄弟们，药够了，谢了啊！金脉我现切的，金脉不会错，又是三回合，尴尬了。翻云覆雨，大哥加个血吧，9500挂最甲，13000-22000，没触发恶爆，来，拿出点士气。就问你他妈还有谁？谁还嫌我攻击2800有点低？一回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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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！这一只马面鬼35000没死。生日快乐！进了我们的化成寺和神木林啊，这样的话我们还剩两个物理露在外面啊，还有牛头鬼必一回合。这职业刀刀暴击 PK 厉害吗？ PK 不厉害。愤怒加笑里藏刀，附加风云 1.02 的腰带卖多少合适？1500万。知不知道什么英雄联盟这什么三角杀啊？梦幻西游抓鬼其实也是啊，虽然坐标是不准的，但是它有个半径啊，半径50之内就准，你就会画圆就行了。熟悉地图啊，挑选最简单的路径，半径50啊就能找得到。